叫祈祷，prayer， 由长笛跟钢琴带出的撑绳，就像在皮肤当时受到伤害之后，弦乐会带以伤感的方面出现。作曲作词的何国杰 Jeff 和老师还是用温和的做终结，就像齐柏林拍摄整理的更新台湾之中，期盼能对台湾有更多的人同时。